大家有感觉来上课有价值啦无？感恩啦！今日看到遐济人来，啊，够少年呢，足好嘞。因为有少年的来斗打拼，百分之百一定成功的啦。啊，首先啊，甲大家介绍，因为拢第一摆见面嘛，吼，啊。大家迄个节目表，咱课程表内底有看到嘛？甲看起來啊，我就是张文彦，哦，因为我简单介绍吼，张文彦啊，因为我叫阮老爸叫奥多桑，叫阮老母叫卡酱。伊叫阿公呼咪哦，呼咪哦，啊！我到底是虾米人？我还无啥啥。这就是做开场白啦，好，大家爱了解讲，你到底是虾米人啦？先了解这里。啊，若要查我的资料啊，足简单。张文彦再加两个字，教授上 Google、Yahoo 有我的资料看得到。啊，年轻人有手机的上网，你就随上网去看。张文彦教授，哦，因为我伫研究。所咧开课的时候，我那拢要求要上我的课的研究生一定带笔电来。我讲到遐，要求因去查，袂使讲教授讲功课讲到嘴角全破，啊，拢是假。有安尼无？流氓政府拢是安尼啦。拢是假的嘛！啊，大家信噶？我头拄啊坐计程车来，甲讲，伊讲，我甲讲，咱未来啊，就是美，现在是美国占领，4月份、4月份。安倍晋三要去美国，咱3月去华盛顿 DC 记者会以后，我刷了安倍晋三就要去啊呢，那迄个时间拢排到遐足拄好，美国一定讲安尼啦，我爱利益尔啦，干脆。日本要编偌济医生来予美国，啊，怎啊用琉球的模式交予你日本？我的判断是这个情形：美国亚太助理国务卿发表2015年。就是台湾政治联，有诶可以上网去看。助理国务卿亚太的啊，副国务卿啊，叫做罗氏发表，这拢摆甲足好势。
好、哦、啊，这爱好大家清楚。我准备一个咱的 PowerPoint 的资料啊，等于咱总复习一个啦。咱初级班也读过啊，高级班也读过啦。啊，因为初级班有的我有一些啊。因素啦，吼、哦、啊，有当时啊，咱无上过，啊，无听过，无看过，大部分拢第一届见面的。啊，若有初级班的有上过，可能咱这里是第二摆，吼、哦。啊，好，咱即马就是照准备的PowerPoint 啊，来做到。第感谢，因为有恁来参加，咱一定会成功啦，哦。感谢大家啦！咱的主张是啥？大家我爱知啊。咱是要和平转移、无缝接轨，拢依照什么？啊，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啊，甲台湾关系法，跟。简单是安尼啦，啊，要使用暴力加武力，要甲流亡政府找入，请他们去平潭岛啦。迄、那个司机甲讲，哪有可能去日本天皇的土地？伊讲，我甲讲吼，很纳闷啦。我类似安个讲，我叫阮老爸叫阿多桑，叫阮老母。我个家己个祖先啊，我去查洪金安啊，较早拢带土葬嘛，吼、哦，大家那拢有祖先，大家去拢土葬啊，拢叫你挖挖起来，提起起一个塔，拢进塔去嘛，是不是安尼？我去算算的吼，阮咧黄金翁啊内底吼，有两个啊，写唐山族啦，找不到唐山妈啦，安尼大家唔知怎样无？是安那无唐山妈？因为登山过台湾，罗汉卡来遮。啊，去予入罪啦！入罪，大家知影无？入罪啦，就是怎红椒啦。啊，红椒当然无唐山妈嘛。啊，黄金啊无写到，有写唐山祖啊，那无看到唐山妈。哎、欸，马开医院，哎、欸，马偕医院。迄、那个林玛丽安怎讲？DNA 测验，讲咱大部分本土台湾人拢是平埔族的血裔啦。大家是不是无具体大位？那你结婚的时啊？拢爱等无故来，无故若无来，袂使划开档。我就问迄、那个计程车司机，计程车司机讲，无故坐大位是中国的传统。啊好，中国无迄个传统啦，因遐无安尼啦。这叫做平埔族的传统啦。阮老母死去，叫阮大兄去请阮阿姑来。这是啥物？那是无姑来才会使封顶的呢，对唔对？这拢是平埔族的。安尼，恁大家是啥物人？
就是本土台湾人嘛。啊，咱敢是外国中国来的人？不是嘛？哦，这让大家慢慢去思考这问题。啊，我提出这些让大家去思考，这就是咱从去办三天，过去办又过三天，应该大家话足清楚啊。所以感谢大家，家己鼓掌一下啊，感恩啦。咱的宗旨是什么？咱的宗旨，咱要做到什么情形？咱的宗旨就是为百姓设想，这是咱的宗旨。可比照情形，咱足早就是定这个宗旨个，刷了可比。伊那是要为人民利益嘛？诶，啊，咱那是为人民设想嘛？这大家也可以足了解。柯批的好人，伊唔是写讲好心事啦，伊两张啦，这伊亲写啦。伊讲啥？改变成真。这叫做天佑台湾。那么柯批来啊，咱这台湾的人的观念啊，已经去红安啦，已经算讲做官拢无代志，死的拢是这老百姓。财团也无代志，是不是安尼？所以，这就是天佑台湾。伊的观念就是安尼。大家思考看卖，伊讲一个城市是一个城市的观念，啊，就是一个家庭的观念。这个大家思考，你阿伯啊，做台湾民政府的官员，是为有为人民设想无？这就是啥？伊讲阿台北市，我若做即马做市长啊，伊咧竞选的时，伊就画出这个口号。啊 ，One City 啊 ，One 画面，伊这就是讲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家庭，这就表示啥？他是做全台北市的市长，个拢会去考虑到，当然是大多数的人，这就是爱给大家知影。大家再想看卖，那么这个柯批出现了，伊的观念就是跟咱同款，照讲伊也比咱较慢，咱得拼四年外呢。咱迄阵来的思想拢是安尼，所以。爱好大家知影这个情形啊，过来，好，这个足严重的，足严重的，这样哪写？咁遐简单，伊这安怎写你知影无？
这内底安怎写？你甲读较清楚。重点我甲大家讲，先甲重点讲出来。前两天，总统府发执政啦，总统府的执政，是不是官员？是不是啊？是嘛吼？过过来第二天讲要出国去啊，要去啥？要去东岸呢？讲哈佛大学啦，是不是比咱较早一步？是甲金斧金巧刀啦，金斧冲啊，去遐策划要影响咱的代志，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哦。这今日的报纸。这是今天的报纸，好、哦，是今天的我都要坐高铁啊，看，赶紧给大家知影，这重要的。搁什么人家送机呢？你若家己一个出去，警政署的署长，这拢不是我咧讲，这写个。足清楚，吼、哦！加吼，哦，你看，什么人去上机？警政署的署长王多金去上机呢？行李。爱检查无？干两个检查会，警察都开惊咧啊！干咪讲，哎，你来查看卖咧？安尼有严重无？天佑台湾呐！实在。讲到这，两年外前要咱去印度，甲西藏流亡政府要去，去到遐讲教会领导甲咱接待的迄讲，你们有代志啊啦。不爱让我们用台湾民政府去跟达赖喇嘛跟他们那些相关人员见面了，还有一个查就是说进前两礼拜国民党政府花200万去跟达赖说好叫他不要给人，但是打来到尾要见的人我们都见到了，打来也让我们见面了，这都是什么天佑台湾。从这些事情啊，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少年的来的参与啊，来的参加，所以咱的宗旨正确，一切为百姓设想。那安呢？没无私嘛，公开透明，那就没有问题。所以大家
爱有这个信心，啊，甲有大家爱有这个觉悟。贪污就安怎？枪毙嘛，吼！迄种恁讲的哦，大家爱去遵守啊。所以希望回去，咱结束回去，要拜托两件代志。第一，去叫迄少年的靠专业来上课，吼、哦、啊，唔是讲老的唔好来啦，老的来，带少年的来啦，但是少年有专业。伊要服务咱人民的时间较长啦，啊那陈阮差不多拢咧破病较济啊咧，这就是一定爱少年的来啦，好安尼，这拜托。第二点，叫大家来办身份证。美国甲咱交代，讲爱41万啦，咱拼到即嘛，目标也未到啦。所以拜托这两件代志，好唔好啊？好，感恩啦。爱记得哦，拢答应啦哦。好，感恩哈。啊。当然，这吼叫也，伊，二月七七，伊讲啥？伊讲破病啊啦，啊要死啊啦，啊死啊去请，我的看法吼，走去美国去啦。伊一个今日无够力，赶紧江宜桦赶紧换下来，来做参谋。原在重心拢伫台湾，即卖重心在伊个底下，美国啦。大家按照这个思想、这逻辑来看，因为伊安那。第一，伊伫美国个时啊，做驻 ROC 个代表啊，两年就转来呢，转来甲麦英九讲啥？讲大船离港了啦，迄哪伊讲个啊？离港呢？迄我若有，迄若是大家上网去查，大理港毋是我咧讲，讲我咧讲，恁揣拢看会到啦。这若是伊了后，就随甲讲啊，啊所以讲啊好，你做，甲把伊搁去安排去美国遐，搁去超水啊呾。因为。因为立法，伊讲不幸是健康因素啦，应该里头咧讲不是健康因素啊，啊这是属实啦。咱外公甲人讲，您这些死老百姓，啊都无法度啊，因为安怎不，咱也无法的呀。啊，这个过来，这拢唔是我讲的呢。你会查啦？美国东亚助理国务卿发表罗素啊，这个叫做罗素说，利空。2015年台湾重要的政治联，
安尼咧演变，安尼唔知大家有清楚无？恁大家拢有搭着买房车啦，是不是大家福气啦？阿恁有搭着车，你的好朋友、你的亲戚，有要甲邀请来上课无？有。哦，安尼好康的到小报，叫伊来办身份证，啊，过来。有的人都不知道咧，这是什么？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伊若无准备咧走路，安奈也是爱耍。足早以前，就美国甲咱讲，无缝接轨就是有两个政府，台湾，一个是流亡政府在台北，一个是台湾民政府，就是。安尼，伊刷遐较袂漏开啦。那奥巴马甲安倍晋三首相讲好啊，利益谈好啊，怎啊讲？安尼，咱属于日本天皇的土地，啊，荷兰来自治啊。那安尼了后，是台湾地位，这那是咱的希望。有一个台湾大学的教授，经济教授，有机会都啊斗阵做会，因为我足有名的，我卖公布啦。伊甲我问讲。啊，张教授啊，啊，恁即马到底是讲到底是安怎？讲简单啦、啊，那个加拿大嘞，纽西兰加澳洲同款，因是英国国协。来的成员，咱后摆啊就变大日本的成员。安尼，伊讲啊，恁是不是要独立？我无，绝对无。咱是要安尼成员，咱是要，咱要自治啦。好，啊这。和大家去思考这个代志，啊，这头讲过啊，所以拢唔是我胡白讲啊，这拢有证据啊。四月十六，迄个时阵伊才转来呢，什么人才转来？金小刀呢？吼、哦，来看嘛，这样来讲。据媒体报道嘛，刚回国的金溥聪对马提出，啊，这哪讲我讲的，我讲我胡白讲，我来讲，啊，大船里讲论是啥？大家思考，我感觉我迄阵啊做囡仔时啊，讲哦，大船入港啊，大船入港足欢喜。
是安怎叫做大船入港？美元债务的回来啊！啊，美元的债务连回来，大家足欢喜。啊，即马伊住伫美国住两年，啊来即马讲啥？大船离港呢？离港呢？大船要驶走啊呢？大家都赶较紧的，啊爬船顶啊，无啥跋海下落去。啊，这一报道讲要正要离港的大船啊，要去何方啦？吼、哦，要去行到一个所在啦。啊，到一个所在，唔知大家知无？知啊，唔知？对啦，福建迄个平潭岛，平潭拢创好啊，规划好势，即马台北港甲平潭拢有定期的船在走，台中港也有定期在走，美国做代志拢有规划，一步一步规划好势。这拢甲中国讲好诶，啊无，因会惊咧。咱啊讲，对咱诶，咱甲安倍晋三去了后，讲好啦，啊台湾怎啊交互恁天皇处理啊？啊讲一个发表一个，啊因这人伫遮。以前拢官员，伊那乌白当拢无代志，即个安全单位的人，啊，甲即个警察暴力拢无代志，太阳花事件派人拢无代志，一个紧酸呐。安尼，啊，拢无代志。啊，阿伯若变日本的，啊，你无胜算。美国估计啊，差不多讲会阁留伫走去平潭了，差不多有200万人啦，200万人他会走去平潭岛去。迄个坐警车，伊讲哪有可能让日本天皇来管？我甲讲，咱都去互骗啦。4月1号，讲什么节？愚人节啦。伊那边讲愚人节，讲1945年4月1号，日本。啊！天皇在台湾实施明治宪法，和台湾人选出3个参议员、5个众议员去东京开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死的人，把你带伫一帮迄个失败啊，把你安放在。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安放在，予人朝拜。甚至日本已经把台湾纳进不可分割的领土，已经完成了。中国要甲咱洗脑。4月1号，愚人节啦，安尼大家。唔知有了解无？啊，无那你去强调4月1号的愚人节，大家去思考看卖。10月25号讲啥？光复节啦，这那是好笑的啦，拢用骗的啦，迄是去接收。
挂出来国旗有四面啦、啊。啊，咱这些少年的计程车的司机，因敢会接受？拢唔知啊！啊，伊讲你这些都是死老百姓，我把你当人看，有啊无啊？这我袂，我袂，无我袂讲啊。来，咱过来，这，咱较不爱去啊，讲到这啦，因为这吼，让大家知影吼，因为中国已经知影台湾是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你用战争绝对不可能取得台湾，所以变相的方法用啊 ，email 啦，安怎？伫联合国啊，迄个附件内底啊，用夹带的方式啊，讲因有收服台湾这个权利啦。啊，这下联合国百几个。国家啊，足侪拢是小朋友诶，伊啊足好势啊，甲这些小朋友收买啊。我来恁遐起一条高速公路，你来赞同一下，安尼会过啊？未过？你是小朋友国家诶代表啦，伫联合国啦，伊中国讲，你甲问一下因啊。我给你送一条高速公路给你，这个小朋友说，你给我转一个音啊，我送你一条啊铁路高铁给你。那个小朋友，台湾还没在台湾，啊，转音还比较简单，啊，我赚一条，国内赚一条高速铁路哪会歹？高速公路哪会歹？还是现代化的机场给你去就好，这就是用买用买的可以，虽然不可分割的领土，你不是用战争买卖交易，有合约契约在成立的，你就用 email 嘛，啊，这哪是咱大家看了，拢这个逻辑都会显现出来。咱来看这个，看这个是港人啦、啊，美国啊，助理国务卿这关亚太罗氏。太阳花，这是四月初三的，因为伊四月初三发表啊，甲咱遮拄啊差头两天啦，啊，咱遮的报纸出来拄啊头四月初五啦，发表什么？伊讲美国支持台湾的自治，啊，这是罕见的，从来无发表过呢，哦 ，autonomy。迄、那个台大的经济学教授甲问讲，我甲讲是要予咱自治啦，后摆啊就是变大日本啊，八年啦。啊，伊则讲吼，安尼哦，你唔是要歪美国做五十一州哦？有个人讲，啊唔得，歪来美国较好，无这个可能啦。咱大家拢有上过课，是安怎无可能？啊？对啊，啊都不能移转子田啊，啊要去变五十一州。啊，个美国的参议院，因讲美国五十州就好啊，唔爱增加一州。啊，秘书长，我有拢咧甲咱讲。波多黎各
的代志，对不？大家唔知清楚无？当然，咱无可能去主导啦。咱干那用法律甲告甲告甲告啦，啊，互因去来甲咱安排啦。你欲从阿咧，伊都无离村啊？美国有离村无？伊那从安尼设置的延续下来，流亡政府还跟你保留，你跟我买这些，破铁乱铜啊，破铜乱铁啊，尊敬三十几年要处理啊，讲来卖卖的，来防守台湾，咱得交这个保护费。有安尼也无，最近才美国阁卖一个三十几年的军舰予咱，伫遐咧，伊爱利用尔。台湾是我第二世界大战拍落来战利品，哪有轻易放手？讲较歹听就安尼啊。伊来轰炸伊了偌济，伊了美利教的。飞来去，予咱拍，去予日本拍落来去。伊若有希望啊，伊若要用历史来看，秘书长有甲咱讲啊，伊欠倒一个国家好欠钱，打战就解决了嘛，一笔勾销嘛。是不是安尼？有听到这个论述啦无？有嘛吼？好，安尼大家都足清楚啊。好，所以讲罕见呢，你袂，因已经伫波多黎各已经吃亏啊啦。啊，因伫这个啥？迄个叫做伫琉球。所以交予日本，甲日本提钱就好啊，靠日本去处理，啊，毋是较简单。好，大家去思考吼，所以，咱爱去家己去思考这个观念吼。啊，这是啥罕见的，从来没有过的呢。过来，啊，当然，这是希腊人吼。当然，伊即摆若如此问题来呢，大家毋知知伊个新闻无？伊讲伊个迄个通信，所以美国会强啊。无论你什么官员，拢爱照规定来。伊歪改变伊个迄个叫做收件个。信箱，伊做啊，算讲国务院国务卿的时，伊的信箱造原在。以我为例啦，我伫一所大学，当然我用一所大学的收件信箱，我过去找个。某一个大学做讲座教授的时候，那是用那个大学的信箱，但是我的信箱都没变 PROFC529 小老鼠，这都没变，后来都是变那个大学的信箱电脑系统来的。啊，现在我退休啊，啊退休啊，当然咱拍摄，国公用学校的啦，
啊，实际上，一所大学每年的新春团拜啊，我拢邀请我去呢。啊，我拢咧去呢。啊，所以这也要甲大家讲吼，这就是这个规定嘛。啊，我那讲伊最近出代志，死啦类出代志都啥，拢用伊个信箱啦。所以讲，伊应该爱用国务院的信箱，伊无改过。因为国务院的信箱，伊就是讲你是公司嘛。啊，那伊个家己个信箱，伊个私事嘛。吼、哦，爱互分明嘛。先进国家拢是安尼。你要去办公司，你是代表政府机关的人员，你有法度用政府机关的财务。你那是休困的时间，私人的代志，你就爱家己塞车去，用家己的汽车。哦，啊，无就爱去拿油钱。这就是叫做公开透明，可比那何人忽略到，他就是公开透明。咱有来咧上课这些少年呢，你爱把握，你阿伯啊，哪咧做官的时候都爱学习公开透明、公私分明，安尼会予人民赞叹，你会做了足久。啊，无念的，说不定也去鞭刑，或是判刑、枪毙。哦，啊，这就是甲大家讲这啊吼，啊。我接过来稍微讲一下啦，哪会安尼讲？我来甲你讲吼，经济效应吼，较简单的讲法就是讲，中国算一个大区啦，台湾算一个小区啦，那区内底个乌坑。下底库内底个乌坑，台湾的水是毋是会拢流去大库内底？是毋是安尼？这样足正确啊！安尼大家有清楚无？迄个歹厝边啊，咱来何必该去交叉要请？以前无交叉，咱足好过啊！起码马英九执政了后，直直要挖回去。因讲咱的首都是南京啦，教育部那安尼讲啊，讲首都在哪里？南京啦。啊，所以讲，你阿爸要考试的时候，要安怎答？我本身高等考试甲迄个叫做普通考试的审题委员，当然我的专业是成本管理会计的考题的审题委员，我来甲大家讲，啊，这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有他考试嘛，吼，有要留咧考啊高级班的无？考了也是有要留咧考，
考了吼，吼、哦、啊！那要袂考了吼，你爱记哩吼，选择题吼先写啦。选择题吼，四个选一个嘛，你爱稍微思考是到底是什么对嘛？好、哦、啊，120条先写完，再来写是非题，因为是非题来不及的，拢甲打圈圈就好啊。啊，二分之一，这起码你那会掉一半啊，是不是安尼？歹势啦，这就是因为我伫高考咧，迄个高考咧审题的时候，我发现啊呐，出题来讲，哎、欸，前面是对的，后面是错的，我讲这个题目要换掉。前面对，后面也要对，不能前面对，后面错啊！到底是错还是对？有的人都飞起啊嘛！哦啊，有时候秘书长的考试啊，啊会安尼，让大家去飞起哦。所以讲，咱得为选择题选择是非题。再来，无时间啊嘛！啊那爱甲写完，唔好空白吼、哦。啊那空白你就拢无分数啊。啊那是你啊，甲画一个圈吼，你二分之一嘛，是不是？哦。啊，当然我这个不是泄题啊，因为我也是在考试院里面的。高考跟普考的一个审题委员啊，有这个经验啊，跟大家讲。那、啊、过来，这就好，安那就好。迄阵啊，美国甲咱讲日本的政坛呐、啊，什么人甲恁卡有相当？啊，秘书长甲推荐讲安倍晋三啦，啊，无奈讲回国的首相呢，伊是回国的首相，大家唔知道哦。流氓政府看伊袂起啦，伊无做首相的时啊，去拜会啊。外交部都无插伊，伊专伫你下叫啥？叫计程车去总统府了。啊，都无要插伊啊！伊看了讲啊，你这个下台了，哪里有机会再回国？咱秘书长甲建议讲啊，用安倍啦，甲咱较关系较好，美国较支持。甲帮忙，无伊遐好大，解散啊！日本的这些啊，迄、那个做啊众议院，那遐好大，讲众议院这人拢无爱以这个集体自卫权，伊讲我们不要打仗，70%的人讲安尼过就好啊。伊讲安尼，咱都无法度。台湾要国际正常化就不可能，怎啊个解散？重选呐、啊，众议院重选，起码他有把握恢复啊民主啊这个宪法。安尼，台湾就纳进日本的天皇的领土，在台湾实施。啊，这事实上中国也足清楚呢。唔只甲你讲，4月1号，愚人节啦，迄无真算啦，迄伊咧话呀。哦，啊，这就是麻醉我们。哦，我确定佫讲者较严重嘞。
伊即马把这个自卫权解禁了后，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的时候，日本可以派兵来。这安保条约的公告足清楚，安保条约的公告足清楚。好、哦，美国也要来保护。后来，这大家拢有看过嘛？吼，无看过野手地好无？我玩遐遐济吼，好。啊，这毋是大船离港诶，迄、那个前兆啊？无，这是啥物？大家看卖咧，全国法规资料库公布啥物？公布啥物？这东西啊，会主呢？大家若要翕相，那有法度上网去查，就大家家己去查。啊，若无法度相拢该翕翕的，啊，你去敢讲，安尼唔只有靠证据，对不？好翕好，哎，好哎，不要紧，足济个哦。唔是这张尔咧，吼、哦，咱来大家讲哦，你翕了啊，咱就阁换，直直换啦，吼、哦、啊，好大家转去啊，做宣传啦，好、哦，即摆要来第二张啊吼，迄卖念啊啦，都讲拢。弄这里做啥？会主啦，加弄会主啦吼。啊，咱有甲咱讲啊无？无讲。啊，无讲就是你们是死老百姓嘛。伊那一定爱甲你讲。然后过来，这哪翕了？让你过来。好、哦、啊，大家哪个翕了？咱再过来换后一张。我过来。哦，啊！大家个发翕了，咱过来。好来，咱来翕了吼，咱过来换。好来，咱来过翕了，咱过来。好，安尼大家有清楚无？咱过来。啊，这个免读啦，啊，就一下一下看，一只一只翕，啊，那要念到完完，下课去啊。
好，嘿，嘿，啊，来翕这边哈，好，啊，来，咱再过来哈，起码无啊啦哈，啊，起码回归过来啊哈，起码这个图要搁甲大家说明一下来。这个的地理位置啦，大船离港啦，航向何方？就是航向这个地方，航向这个地方。甲台湾有近无？啊，到三点钟就到啊。哦，伊到台中港，啊，这个叫做台北港，啊，就到位啊咧，啊是安怎？那200万人买大台湾，啊，就方便啊。中国那会同意咩？叫遮个人买大台湾来大遮？恁思考看卖咧，伊中国那要拨一块土地，予因遮个人住。啊？对啊，台湾也拿去开，咱遮来看遮影片。我即摆是要甲讲一个观念啦，美国做啥物代志拢事先有安排的啦，已经安排好啊，200万人会走。啊！你无好大，伊会乌白走呢？有个人走去四川去，有个走去云南去，有个走去贵州去，有个走去天津，有个走去迄个辽宁去。走去，200万人安尼散去，我伊下。到处人拢咧暴动，安尼伊要管理，就他干么咧烧安尼？干脆啊，这个所在，互恁来住。啊，恁啊伫这个乱买，竟然我这个啊切掉恁的，拢伫遐咧乱，伊好管理啊？所以讲好，啊，紧开放。好，安尼大足清楚无？后来咱即马吼来看一个报道，一个拜托哦，这个报道吼，大家知影。平潭岛直接开往台北港的全新客轮今天上午举行试航，预计在明年初就能够正式通航了，到时候从台北搭船到福州的时间将能够缩短到5个小时以内。在满天彩带跟热闹的鼓声中，航行台中平潭之间的海峡号客轮庆祝通航满周年，这位福建台商成为幸运儿，海峡号的第10万名旅客。不过在平潭码头的另一边，这艘丽娜轮才是今天的主角，因为随后他将要第一次直接开往台北港。元旦前后啊，这是我们盼望的，希望能够这个时间来开通。我们预计可能会突破3-4万人次。尺寸比姐妹船海峡号大上一截，全新的丽娜轮不但载客量高达800人，还可以同时运送335辆小汽车。根据业者计算，以这艘船36海里的时速，从台北开到平潭只需要3个小时，再转陆路运输，总计5个小时就可以从台北抵达福建省会福州。越来越便捷的交通，更渴望加强两岸企业对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关注。TVBS 新闻李宏、庄志伟，福建采访。好，咱即马过来搁查落吼，台商因为伊底下讲吼有个共同啦，实在看台商在那边受害的情形过来。
那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好，现在很多人呢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丽娜轮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不过说他寄出年薪2-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路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好，咱过来看受害台湾的报道。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啊。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
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这个代志啊，我若要加强，甲大家讲，差不多应该是四年外前吧。我是仲裁人，本身我是仲裁人，去北京，甲因的仲裁协会做一个研讨会。第一摆我有去，去啊结束的时啊，暗都有 Q&A 嘛，你有啥物问题发表？我举手甲问啦，讲请问吼，因迄、那个因遐个迄、那个叫做北京的人民法院的法官呐、啊，我请问伊讲。是安怎？台商打官司拢输啦。伊讲违背中国政策的都判输。安尼要安怎去嘞？搁有一个机会。咱伫遮咧受训，有一个上海，我接触的查某律师，上海哦，来咱遮参观。伊讲伊我要北京甲表扬模范妇女嘛，伊我无简单吼，一个律师，查某的。我还甲问这个问题，伊讲如果有华丽按华丽啊，没有华丽的话啦，就是违背中国政策一定输啊。当然，这个国家因为本身伊是律师嘛，伊若是讲台湾恁拢去较高啊，去啊，伊叫钱他出来。做辩护嘛，伊唔叫他受理，啊无律师那无去收过，敢有钱？这那是真正常啊！啊，恁台商拢嫌我来甲恁做，啊，但是到尾啊，国内袂赢，讲啊都违背中国政策，你是啊台湾人啊，老蒋。的黄把中国的黄金都带到台湾来，啊，阮即马，甲你收啊，对哇，收啊，甲你退一个，还是应该那个正常的同款啊？违背中国政策嘛？啊，你要安怎？头拄啊，电影啦，安尼讲啊，是毋是？啊，所以讲。我本身的经验来给大家证明啊，恁的亲戚朋友伫遐咧甲中国斗三工，发展经济，甲解决因的就业问题，的人爱注意啊，若赚到钱，紧存存的。有赚就好啦，我爱紧转来来甲台湾斗打拼。台湾阿伯啊，呐，咱那是正常化以后啊，我们啊，咱也要做啊，成功真相，台湾地位正常化啊，咱属于日本天皇的，咱都要行善。发展起来拢烧日本就好啊！啊，在到遐，唔知一天你会死甲足歹看，这是事实的代志。啊，这拢是有例子，
有例嘛。伫北京，咱这边啊，一个财团去啊去百货公司，这个案件大家知影无？啊！因的集团有大无大？哪算大？啊，那会到尾啊，怎啊去用索去？啊，这都无法度啊！目睭白无金啦，去予因遐索去啦。好、哦、啊，这予大家去思考的这个问题吼、哦。后来咱即马吼。这给大家看啦，这吼、哦，三例的吼、哦，钱用的带去，欠债负债吼、哦，吼、哦，十七条啊，啊三年增加啊四条啦，啊以后百姓来负担啦，啊都学北部啊，老好康的。安排给财团啦，所以现在只有台北市而已，就那么多了，如果柯P来做总统的话，还清理下交通部就好，高速公路都起好啊，好一个财团设一个扫描器，底下咧算银票啦，安尼，搁干呐？上要求就是讲，遐收票员讲为倒要啊较紧十五分钟。加遐个收费员拢安怎？加改善啦，加解聘啦，啊无甲咱安排啊啦，啊以前签的契约讲拢会安排，啊无啊，足可怜的，看到遐个做售票人员吼、哦、在抗争，真的是良心何在？所以。那要爱公正、公平、公开，可比搁较久来。那去经历这里，看会公平、公开、公正、透明，无简单呐、啊！真正出一个可比无简单，这个就是。天佑台湾！这个给大家看，就是安怎？你知？这两个是啥？吓到嘞！美国的一个教授，这是辅仁大学的美国教授，太阳花入去行政院的时，伊也锁入去啦，锁入去，都阿在行政院甲开来看，发现到啥？哦，这个我无简单，迄、那个中文。看有啊，大家看卖，行政院一点通，哦啊，新闻啊，资讯网叫大家在上班的时候啊，都爱来点五十摆啦，爱赞啦，安尼是违造，安尼算什么？造假嘛，啊，你摕咱的钱呢？高级公务人员呢，行政院遐一百，干那底下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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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取了五十摆，
啊，食了食饱都去战斗啊。啊，那无去啊那嘞？哎，查看嘛嘞？哦，伊休假啦。好、哦，这些人都啊休假，因为保护法吼、哦，拢命甲拆开。啊，这个休假啦。咱这些死老百姓，交钱啦，交纳税金啦，取这些高级公务人员底下咧，甲你按赞的。大家思考看下咧，啊，这唔是我咧讲啊，有诶讲我黑白讲，咱是正牌教授，要讲话免来使黑白讲。去查有资料诶，他们咱伫咧讲话，那个是正确诶。啊，不是讲菜市啊，内底讲有诶，黑白话讲啊，这个教授，这个教授，大家拢教授。啊，你着去上网去找啊，找看卖，把我诶名拍落去，加两字就好。啊，无换菜市啊名，张文彦换菜市啊名，拍两字落，会看到我诶资料。啊，毋知遐拄好，我若毋知讲，我会去用列在里面，咱也毋知啊。啊，甲你若要搁看吼，搁较详细吼。一个人力银行有世界华人名人小传，伫传记内底，遐有看到我的传记。啊，但是我拢无爱去改啦，迄个时阵啊，到即马我拢无去改吼。啊，这是甲大家报告一下，互大家知影呢。啊，这就是慢慢的在恢复这个啥，这个白色恐怖。太阳花事件的时候，世界各国拢安怎响应？3月30，政府才惊到呢，下一个通令。每一个国家哪些侨团，哪些有出来集会游行的，要名单。啊，不是白色恐怖啊，不什么？你看有严重无？咱是民主国家啊。那咧制造白色恐怖，啊，让大家心肝内底会不安呐。哦，啊，这就是甲大家讲一个，吼、哦，这个外管吼、哦、收集游行名单，海外团体啊来制造白色恐怖，因为我本身伫国外。我那是一个社团的负责人。早期，咱伫做伫学校教书，公立学校教书啊，出国去啊，了后伫国外社团啊，咱有啊，迄阵啊，有啊，组织创一个。迄、那个叫做中华公会，咱啊创会的主席，啊，我底下咧推动跟外来的咱遮个，迄阵啊遐就是讲中用拢是用中华嘛，哦，我是啊集自由城中华公会的主席，哦。啊，迄阵啊，那是拢咧推展，即啊，我诶，咱诶政府吼，以前流亡政府，我一两年啊，发一张机票，叫你倒来，来互李登辉安尼收他卡收收咧。啊，这就是我足清楚，有诶无法度好倒来呢，
因为呢，以前去用叫做黑名单啦，伊要申请回来，伊的护照去用取消去，要回来台湾讲定申请讲不准啦，老母死啊！啊，要回来讲不准，这就是因为我伫外国，我有各所在拢有咧领。800块美金啊，1000块美金的啦，一个月啦。迄人拢在做啥？药白啊，拢放药白啊。这拢放药白啊，咧收集这名单。这熟悉个啦。哦，啊，但钱我白开啊。啊，有个人讲，欸一个月无代志，你敢写两个啊？讲啊，这个可能思想有问题哦，还是这个甲中共那边有咧交易诶咧？迄阵啊，关系哦，安尼1000块美金给你，一个月。好、哦，安尼这个这个、情形，我甲大家讲，因为这个就是好，这个情形哦。啊，当然，即马就是咧。你疏开啊嘛吼，拢咧撤销、撤销、撤销，从这报道讲，哦，咱哦，这个讲海军陆战队哦要裁撤，哦啊，大家就讲啊，袂使哩啊，陆战队咱以前我作用的呀，啊，那要裁撤，哦啊，这就是给大家看这里，哦，啊，这就是啊，美国国防部。中国上惊国防部啦，较唔惊迄个叫做啊国务院。国务院啊，我都处理，讲我要交给国防部处理。啊，国防部出声尔，伊就讲好好好，啊，恁爱拢准，啊拢同意，所以因咧惊啊，这个。国防部啊，所以这样，让大家了解一下吼。啊，这就到甲大家讲讲，诶，大家来考试啦吼。啊，这就可能啊考过啊嘛吼。这咱即马要考试就考过，讲可能看有后期无。啊，咱拢去日本天皇遐去，每年啊12月20日，拢会组团去，吼。啊，大家若有兴趣啊，过来去，我去4次啊，我去4次啊，大家有兴趣无？因为过去办呢，才有资格好去，那不是过去办的人，歹势你要参加啊，爱来。迄、那个咱的论述正确嘛？啊，咱去遐，还是拿这个机啊入去呢？拿这个机啊入去呢？伫天皇面顶讲话讲，天皇陛下万载安尼话呢？吼、哦，啊，伫遐咧演呢？哦，啊，这就是我已经去4次啊。搁斗阵来，好阿妈啊！好、哦，大家慢慢来欠钱啦，吼、哦！因为爱开哦38000啦，吼、哦、啊！但是咱拢在啊一迄、那个做高级饭店啊，上高级饭店啊，啊，所以讲啊，大家照记得，大家来写历史啦，创造历史，吼、哦！好、哦、啊，这拢会带发团体上吼、哦，会伫遐发，伫遐翕相，啊做纪念安尼。啊，一定爱做服装啊，啊个买帽啊吼，咱的基本的啊个这个徽章吼、哦，因为我
参加了后，我那去公家团体，因为公家团体要叫我去审查嘛，我代表是啥？我代表本人嘛，但是我拢这里制服出来，这里我无要白个啦。因为你家邀请是张文彦教授，啊，我是张文彦教授，我来审查。拜一要过去审查啦，拜一十一点要去国家啊风景区过去审查这个案件，因为要未去吼，不要保留一下。好，这就是我去一定穿这个服装。你啊，伊若讲。啊！你这爱北调，啊！我歹势，我就转来。咱出来是代表台湾民政府，有这些人才，有这些啊，未来要对咱台湾人民奉献的人，大家拢有这个心啊，咱。一定完成的，安尼对唔对？这个就是以前日本遐青年来吼，咱有请一挂日本的青年啊，该来咱家上课。啊，我迄阵啊，我做讲师，我就用这个问题啦。哦，请因去思考这个问题。哦，是安怎日本天皇的生日的时啊？咱民政府这个局啊会入去？无别个局啊哦。较早咱无去，因拢讲清一色的这几年啦。咱入去了后才变两局啦。安尼就足清楚，足清楚啊！咱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土地，这个企业唔知要何里入去？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头拄啊，我有稍微讲到啦。但是，这就是习近平伊做副的，迄阵啊唔是总书记啦，迄阵啊是副总书记啦。美国甲邀请去了后，美国甲讲，伊讲啊无，我知影这代志，我拄啊经过东京。啊，无，伊去到东京，叫中国的驻日本的大使安排，因呢做外务省啊，甲讲你要结婚天皇哦，无半年都爱排啊啦，半年前都爱安排啊，那你来要见都要见，我都甲排啦。因为天皇都未使讲，伊都有一个 schedule 啊，和外务省讲要排到发，伊怎国家美国联络，美国这个安排，咱才会知啊，啊秘书长才会知，那无美国安排，哪会知这件代志？好，这是十二月十五。透过美国安排，啊来觐见日本天皇。啊，为什么伊要去加日本天皇？因为用战争没有办法取得台湾，用灭可以成立。伊见到天皇，甲天皇讲啥？讲中国经济较好过啊啦，
想要来买台湾，甲天皇讲爱偌济钱啦。天皇甲讲，阮祖先甲即摆都无咧卖物件呀。啊，二十分啊，就西安啦，无啊，就阁讲落去啊嘛，就再见啦。啊，这就是这个信息啊，即。但这会知嘛？如果天皇同意收了签合约书，算数呢？买卖就算数呢？那个秘书长拢会甲大家问，那大家到底国宾啊？咱去带国宾哦，付帮助给国宾啊，底下个带四五十年，啊，带你国宾的这些人讲，啊，无咱来决定，啊，国宾是不是咱的，安尼会使也袂使，袂使你啊，带你这些人就集合起来讲，啊，无出钱来甲头家讲，啊，头家若讲好势，看会使袂难无？啊，好啦，买就要拍一个契约，安尼就完成了嘛，是不是安尼？所以这个观念，大家哪爱知啊？咱这个甲讲的，讲哪有可能？侬甲咱讲哪有可能？啊，中国未反对哦，我实在问啊，陈，一个有这样。迄个怎残无教，水无流，啊，讲爱予中国的同意，这实在拢是无所谓欺骗的吼。啊，这就是即个，这那是网站，网站迄个网站吼掠出来了，三个啦，吼，因个高峰会议。啊，日本啊，讲是钓鱼台是伊个领土啦。中国国伊个核心利益，歹势啦，唔敢讲是伊个领土。伊讲底下咧插，要予伊个人民啊，因为以前朱镕基咧当总理的时候，咱咧选迄、那个。总统啊，阿辉在选总统的时候，去伫电视上足派民众的手地骨头无讲，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安尼抢出来。啊，即马足清楚啊，台湾不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因为钓鱼台也是台湾的领土。是日本固有的领土，按照国际法已经实施，台湾就是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安尼清楚无？高层呢，足清楚。这个鸡啊，跟这个鸡啊，敢有同款？啊，是安怎？第二任就职的时，总统府会挂出这个鸡啊来？大家去思考啊，是什么问题？那要翕完翕翕去，有诶，这人我唔知啊呢。咱这人民话都唔知啊呢。你讲哪有可能？啊，这我，啊，这个甲这个，我唔甲安尼甲做来比较看卖，看有同款啊无同款？应该美国讲啦，我们也要改为民政府啦，要用这一支啦。
阿门才讲，安尼哪有可能？你甲咱唱哇？安尼大家有信心啊无？安尼大家去思考，咱这戆百姓看甲戆煞煞拢无，啊，这也毋是我咧讲的吼，哎，我拢提证据啊。这是什么？1912、1949年，建都南京，中华民国这地都是蒙白啦。这蒙白啦，蒋介石哪讲啊？哦，已经灭亡了，伊即马是代理美国。就是啊，流亡政府在台湾受美国的授权代理当一年，啊，无头前安尼底下拢废除废除，安尼就是足清楚啊。你看，这教育部啦，讲我国首都为南京，我啊，这里头写下的，哎，恁敢伫迄边来的人？啊，那恁来伫迄边来的人，迄对啊，恁遐的首都是南京，无唔对啊？讲到这吼，咧选举的时啊，柯P要选台北市长，迄个连战讲啥？柯P你是皇民，郝柏村讲啥？你是皇民，尾啊迄句讲无出来啦。伊皇民的讲皇民后裔，那讲到讲皇民后裔。尾仔迄句讲无出来就是啥？你不能来选我们流亡政府的台北市的市长啦，你没有资格啦。这句讲无出来啦，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无？讲反民啊！啊，咱可比讲啊，阮是反民啊，就是100%反民啊。啊！你那在历史间胡白讲，你甲阮一夜间，甲咱改啥？中华民国国籍嘛，对不？迄、那个美国甲英国反抗，对不？抗议300次哦，啊个加拿大那个族群哦。伊讲，予阮较好管啦，阮来光复节，啊，予恁大家回归祖国，恁家我拢是战胜国的公民啊，诶，人民啊啦。但是伊管理方面，228事件，那遐严重，世界拢无反应。大家知影这个问题啊？唔知世界那点点都无什么反应，因为你们是战败国的子民啊，要接受战胜国的指令。你们游行抗议，来请愿，都抓起来。把你手合合的更铁筋啊，把你10几个安尼把你关在基隆河过来，啊，这是事实啊，
这个要的呢，那个拄啊，讲直播啊，伊要落了后先甲你扫下，啊扫下迄个无去扫掉，伊阵啊拄啊昏去，啊无去扫掉，啊拄啊直播啊，啊落水了后伊才切出出来，啊才跟头受罪，啊怎去走的味？啊，迄个唔叫法度证明，啊，伊这手啊，拢是脚铁，迄个怎铁线安尼卷过呢？迄是在世界拢无反应。啊，因为我迄阵啊，那咱迄个时阵，我们是战败国的臣民啊，你一定要接受命令啊！啊，你讲要来请愿，要来示威，要来游行，机关枪盖来给你扫。世界点自己，我的判断是安尼啊，啊，无奈世界无反应，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啊，即马科比安怎讲？伊去做家属，2284店的家属。马英九要来给他压手，他不要给他压，两次都不要给他压，说没有真相，没有原谅，结果就有办法做到真相。蓝灰黑白人就有办法做到有真相。我所知的南非别人来把黑人的土地给赶去，他侵占了后创造他的，现在他们的调查委员会，真相调查委员会发现就说、啊、这就是黑人的，怎么如果没有去处罚，怎么还要买土地还是钱，那个钱是 市面上的价值，不是跟美和市说这样要让人、哦、按照那上价，它是市面上多少，又变预算怎样给黑人，这样不才有一个真相、啊、不才大家会甘愿、啊、不然土地人抢抢去、啊、大家会甘愿。南非就可以做到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希望科比有一天真正做到这样，安尼有真相叫原谅，无大官拢无代志啊，即马下命令。叫警察动武的人，将伊话先留在国外边啊！去国外，我去伫遐咧操作。可你啊，台湾人的钱呢？总统府的资政呢？啊，是在咧开咱的钱呢？咱即马要来讲。这个唱片的代志哈，啊，晶片啦、啊、哈，啊，晶片哈、啊，啊，来放一个影片，给咱看一个这个晶片哈、啊，是何来？月顶、地树顶，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
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童星说：“亚夫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七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 ，shut， 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主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义灰熊干单，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二变成了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多谢各位。好，咱今晚过来。看这张吼，这咱的同心啦，去关岛啦，伊啊用这个身份证吼，啊讲啊无敢做一个纪念吼，啊盖个章啦，互因看，啊就是盖个章，吼、哦、啊这那是确实的代志啊，吼、哦、这是哈、啊、关岛吼，啊是美国管的吼，我、哦、过来。啊，咱即马吼，搁一个啊，新竹州的黄淑佳，啊，伊是啊，咱的啊，应该是参议员啦吼，啊，咱即马我请伊来这个影片吼，和大家来了解这个。好，来，咱请搁咱的同心，吼啊，黄淑啊。叫咱甲鼓掌一下，请伊来现身说法。伊去美国来用着，看伊安怎讲。吼、哦，啊，这拢无到空啊，吼、哦。后来啊，阿姨，你讲报告一个时间、地点啊，甲使用的过程，好，大家了解一下。后来，大家好，我叫做黄淑佳。因为我2014年的10月份去美国去上课，啊，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我跟我妹妹两个拢去，啊，因为我两个人坐无同款的航班，我是坐达美航空，啊，伊是坐优越，啊，因为我要通关的时阵，因为我入去的时候袂记得提身份证回，可是回来的时阵，我就想，我有身份证，咱袂记得提何用？我等下干来提身份证回，啊，迄个通关人员哈，他就拿我这个身份证，啊，在那个电脑上面扫描一下。结果他就还给我，他是双手这样鞠躬送给我，送还给我，我很感动，很奇怪啊！我出入美国这一摆啊，拢唔捌拄到这么好的安尼，这恭敬送互献我。过来呢，伊给我另外行一边，另外一个通道。那另外一个通道，我就很顺利的，也不用检查，就顺利的过去了。那另外我的朋友呢，他在旁边，哦，他在旁边在那边等很久。而且他们要通关的时候，那个外套、鞋子、衣服都要脱下来，放在那个盘子里面，才可以通过。那人呢，也要站在另外一个旋转的那个扫描器上面，都要往上这样子。扫描过以后，他有时候不放心，他还拿一个棒子全身扫描过，才让你通关。所以你那个通关的仪式是蛮谨慎的，而且是他很仔细的，每一个地方都很检查过。可是我觉得说。今天很特别，可以用那个身份证通关，甚至呢，我也可以走特别的通道。后来我了解以后，他那个特别通道是因为是国内有那个官员或是特别任务的人才能走。哦、我感觉足幸运的，因为我有台湾民政的这张身份证，啊吼，就足侪人给我恭敬迄种感觉，因为我从来唔捌接受到讲摕双手献我。大概我咧通关的时候，伊就安尼一手尔，他没有用双手。
那一天呢，他真的是双手，而且是鞠躬还给我的时候，我就感动，我讲哇，我吃到六十外岁，去到国外这摆是相当尊重啦。因为了定在国外出游的时候，咱台湾拢无人认，知影咱台湾，甚至吼人拢欠啦。我讲唔是，我是台湾人，可是无人知影咱台湾人。可是我们以后台湾原政府呢可以国际正常化，我就感动，说很感恩，一直在这边让我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你们，今天真的很有福报，还能够来到台湾民政府做这件事情。然后拥有这个身份证，我们可以去国外就备受礼遇。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好，咱啊、同心嘛，吼啊，迄、那个叫做啊、黄石佳吼，伊个足好嘞，伊去啊做宜兰呐。去值班啦、啊！啊，底下的情形哦，就这篇这张照片啦、啊。啊，你敢讲这张照片的来由好不好？啊，好。哦，这张是我22号去宜兰。啊，因为吼、哦，迄、那个中医师，伊讲啊，我是外国籍的人啊，我唔免办这身份证。我讲办这个身份证，甲你外国籍是无关系。因为这个身份证对你来讲，会当帮助咱的台湾，甚至乎咱的子孙有国际地位，会当正常化。啊，虽然你有外国籍啊，咱台湾的囡仔，你伫遮出世啊，恁阿公阿妈或者是恁家的人拢伫遮，是不是呢？那你应该站出来替咱台湾做一件好事，唔才对。我讲吼，你的社会行遮尼啊久啊，对吧？这个人，请这个对，那一位，他是中医师。而且呢，他是有好像印尼那边的那个国籍吧，他在国外一定有其他的国家的国籍。我讲咱台湾吼，就需要你这种人才啦，你少年人吼应该要站出来。我讲我六十外岁啊，我都你做这件代志啊，你应该出来吼帮助咱台湾，啊，让咱台湾吼民众有较紧的一进，对吧？啊，咱的福利你咪用用，咪用享用嘛，对吧？哈，啊，过来你咪用帮助你其他的患者啊，其他的亲戚朋友啊。咩？伊听安尼讲了，伊感觉嘿，啊，这件代志有意义啊！伊就随甲咱的同心啊，另外一个哦边啊，我徛在我边迄个同心，伊就赶去啊，对，那一位同心，伊就带伊去地政事务所遐，哈、哦，户政事务所要去办迄、那个啊，因的祖先的迄身份证，迄、那个证明啊，哦，啊，过来伊个去翕相，翕相翕好了，哎、啊、呀，相片就等因的朋友再去摕就好，所以摕回来了吼，伊就真的当场。把那个身份证申请书啊都写好了，啊，唔知足欢喜咯，跟阮去一张相啊。我一感动就是讲他听懂，因为国外满是假走透透啊，伊知影咱台湾无人吼认同啦，甚至伊嘛无了解咱台湾吼有这个机会，通我互咱家己以后用自治，啊，咱家己用管理咱家己，咱又搁像澳洲啦、澳洲迄边的安尼吼，生活水准较悬。其实讲，我台湾我住一段时间，我也想要搬去澳洲啦，因为我感觉遐生活水准较好。啊，尾啊，阮个训练师甲我讲，你唔是啊，你是台湾人，你啊对等下台湾帮助台湾才对。啊，无讲实，我十几年来，我拢伫美国满世界跳透透。我想讲，啊，咱台湾囡仔无互人甲咱注重，吼，无人甲咱尊重，咱囡仔也站出来，唔是为着咱家己，咱互咱世界的人认同咱台湾。这好顶的公营，我也想到安尼想的时候，我讲应该出来做，帮助咱家己，帮助咱的子孙，和咱的地位正常化，甚至呢，咱能讲造福足侪咱的以后的人。我感觉讲这件代志足荣幸的啦，啊，感谢吼，张教授，我这个机会来只讲这样来做代志，我为啥样讲，我感觉是足感动，因为我会当徛来直接，我是真正。很感恩啊！安尼好啊，吼，因为时间创作这个时间的关系，吼啊，我要甲大家讲，吼，这就是泄题啦。啊，有知影泄题的代志哦，咱有看一个报讲泄题啦，吼，咱这个答案啊，吼啊，大家带转去查看卖啊，咱的答案，咱的网站应该拢有啦。啊，时间上的关系啊。我也是有准备一挂，咱高级班毕业啊，诶，毕业了，大家拢去准备服装，
去当地各州报道，参加活动，戴帽啊，穿西装啊，拢爱买乌的哦，吼、哦，啊去参加，安尼，感谢大家，咱今大家结束。